所以这个综合练习哦，OK， 所以刚刚那个 LEN 这个部分的话哦，就是请各位把它练习啊，其他有些没讲到的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这参考资料哦，那可以再去稍微做个练习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来解决哦综合练习这个题目，那它的需求怎么样？把这三个串完之后放在这里，那规则的话呢就是。 09，11，1杠嘛，哦，刚刚讲啊，如果不，就是没有三码的话，那你就要补几个零，OK， 如果两个字就补一个零，一个字补两个零，啊，如果没有字就补三个零，意思啊，那这样逻辑啊，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把那公式做出来？第一个游标先放这个哈，一四储存格。 然后呢，先09嘛，所以09是一个文字，所以什么等于啊？这边的话，这要自己要打哦，09，哦，然后后双引号，哎，表示呢，我前面哈，哎，先放一个文字哦，是09 and 串接，串什么呢？串这个电信业者，OK 哈，啊，其实后面如果还没做完啊，如果你没把握，你先打勾看看，有没有0911了？有了 ，OK 哈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再 and。 end 什么了 ？end 一个减，有没有 ？OK 哈，啊，就如果你没把握了，你就打个勾了哈，不用一气一定要整个做完，因为我怕之前有同学全部做完打勾错了，他错哪里？不知道呢，看不出来哎，哦，所以我建议了哈，你以后没有把握的话哈，你就是先做一段，然后打个勾，因为你打勾之后错了，他马上告诉你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像我刚刚啊，假设了哈，哎，我这个地方打勾好了。 这边又卡住了，有没有？我那个 end 符号没加，哎，这里常常同学有出现，哦，啊，你就要看一下啊，他告诉你说啊，这里有错啊，你就啊，原来这边少一个 end， 哦，那为什么需要 end？ 反正文字跟储存格你要串在一起就是要 end， 这是规则，啊，规则没办法，不是我定的，你就要把它记起来就对了 ，OK 啊，记起来熟悉它就对了 ，OK 好，那再来 end 什么呢 ？end 这个。 可是问题来了，你不能说直接的吧？哎 ，and 这个，如果你是把这个放进来，变84少个零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哎，先在这边要重复几个零，要先打上去，重复几个零，重复几个零，那我们重复嘛，就 repeat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在这边打 repeat， 我希望自己打 repeat， 前括弧 ，OK， 然后他还告诉你说啊。 你要给我两个东西，第一个东西是你要重复什么字？哎，我要重复零。啊，所以啊零的话，记得哦，也是 test 是前后算哈。逗点，第二个问题重复几次？重复几次？重复一次嘛？你总不可能说啊我输入一，好，那这边就会多一个零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你如果下一次假设你向下填满的话，哎这边一样，哎对，前三个都对了，但下面这个。 你多一个零变零一四二不对啊，OK 啊，虽然你这边这个一哈你不能写固定的，那我怎么知道要补几个零？哎，所以要想这个为什么是一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公式，哎，一那有什么地方可以灵活的？哎，其实我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，我只要知道说这边有几个字，那我用3去减。 3减掉两个字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两个字之后不就等于一个字？那就重复一个零啊。3减掉 len 算一下它里面几个字有没有？啊，如果它一个字的话，3减掉1等于2，就重复两个零。哎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想出来的。啊，就是有时候见招拆招了。这当然就是。 也不要把问题弄得太复杂，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所以啊，公式怎么写？很简单，3减掉，哦，算那个储存格有几个字，我们用 len 前括弧，然后呢就点这个储存格一下，后括弧 ，OK， 哎，所以比较容易做错在这里哦，有没有？3减掉 len 算那个 G 是指的是那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。 所以它回来的话呢，就是3减掉2嘛，哦 ，OK， 然后呢带到这个公式的话就是一，意思就是说 repeat 一个零的意思，哎，按确定，哎，这个时候可以打勾看看
所以啊，一样啊，你打勾看看，如果错的话哦，它当然会出错，如果没有它就 OK 哦。比较容易常常出现错误的是后面少打一个后刮胡啦，哦，如果你少打一个后刮胡，你打勾，哎，它出现啊，公式发现错误啊，要不要修正？是，哎，哦，它很厉害，它自动帮你加一个刮胡。OK，好 那向下填满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就没有了。OK，哎，这也没有了哦，所以理论上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可行的，但是呢，零后面还要八四嘛，所以什么 and 再把那个八四那个储存格放到后面，所以再点它一下。我习惯用点的，当然你可以用打的 G4，哎，有没有？再打个勾，哎，零八四有了。哦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用急着说一次要全部做完了，因为没有那么厉害，除非你已经够熟了。哦，连我都不敢说我一次做都会正确啊，因为人总是会我闪神一下做错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慢慢来哈。OK，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当然已经做好一个了，另外一个啊，后面这个其实关好像这个地方应该蛮跟后面这个是很类似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哦，你可以用一个方法，把这个公式有没有从 and 减号有没有，一直到后面这边把它复制贴过来就好了，然后把 G4 怎么样？这两个改成 H4，其实呢，哎，就可以写出后面的那个末码的部分了，不用重写了，不然的话你要再来一次哈、哦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把这个哦，记得哦，and 到 G4 复制一下，贴到后面来。然后呢，我的习惯是哦，把这边选一下，点一下，它就 H4，选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哎，有了，OK，好，打个勾看看，有没有？然后底下的话就点两下，再点两下，全部就 OK 了，哦，底下就全部帮你做完了，哎，没有问题，OK，好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，哦，所以刚刚这个地方哦，我就 back 一下，哦，大概到这里了，可能会比较会有问题的，应该就这一串，哦，这一串如果过的话，应该我想就简单的啊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。